小朋友你们好，我是杨老师。今天老师要教你们身体，我们的五官的名称。小朋友看这里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的头。头，跟老师说头。这是什么？头发。头发在这里，看到没有？这是我们的头发。头发，小朋友可以摸一摸自己的头发，摸一摸。这是什么？眼睛。眼睛，眼睛。哦哦，这是什么？小朋友摸一摸你们的小鼻子。鼻子，鼻子，鼻子。再看看，一二三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我们的什么小耳朵？对对，耳朵，耳朵，耳朵。再看看，五，一二三，这是我们的什么？嘴巴，嘴巴，嘴巴。再看一看，哦，这是我们的什么？牙齿，牙齿，牙齿。一二三，哦，这是我们的什么？小朋友，舌头，舌头，舌头。还有吗？不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的小手，对不对？手，手，手，小手。最后一个了，一二三，这是我们的什么？脚，脚，脚。好了，小朋友，你们学会了吗？请跟爸爸妈妈在家里跟着老师的卡片一起学吧。再见。